不要说龟苓剂不准，龟苓剂呢一般达到90%以上的精准度。今天我就教大家怎么使用龟苓剂。今天呢，帮大家介绍这一款龟苓剂。龟苓剂呢有附四个头，分别呢为4.5毫米、6毫米、8毫米以及10毫米。首先呢，我们先把6毫米的装进去。一般呢，我们的电枪都是使用6毫米的，让我们直接把它锁紧，把它插入，还要插到最深处，然后开启电源。龟苓剂也要做龟苓，那该如何龟苓呢？首先呢，我们轻轻先旋转它，看它的弧度是怎么样的跑法。我们旋转这个龟苓剂之后，发现它一直在绕圈圈。那就代表这个龟苓剂尚未归零，它本身呢就有附一个六角扳手，这个六角扳手呢插入这个龟苓钮之后呢，我们再做归零。大家看一下这个红点是不是已经在原地旋转了呢？代表这个龟苓剂已经归零完成。我们先架上瞄具，目前这个点呢还没有归零好，所以各位看一下是不是有误差，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归零。绿点已经跟红点已经对齐了，代表现在已经归零完成。那现在呢已经有90%以上的精准，剩下10%呢就是调整 HOP。 那调整好 HOP 之后呢，就可以让各位瞄哪里打哪里。